今天老马呢来到了山东荣成那个咱们鲜花礼品店呢，给咱们这个，南京的刘大哥，这个他过来收房嘛，给他这个买点鲜花，买点礼品，祝贺他这个收房哈。一会儿呢，咱们进去看看这鲜花，一会儿再给刘大哥送过去。开始，现在呢，咱们鲜花已经拿到手了，一会儿呢，我再给刘大哥呀，在这个拿几个这个去取礼品盒就是水果，包几样水果呢，寓意很好的水果，给刘大哥送过去。咱们现在去取这个水果，完咱们去阿联酋哈。咱们现在马上出发，走。我还过来给这个鲜花呀，我再买点这个。你好，大哥。太感谢。我们正好在19号的时候，我这边采，我们也采摘。你们两口也过去。对，正好啊。19号，我们不20号走。好，谢谢大哥。你们安家在荣成了，一会儿到房子里边。非常感谢。还有这边果壳。走，马总。感谢刘大哥的信任，感谢嫂子信任啊。自始至终真的，那这边还有那个，还有，您拿一下看那个什么，好，来吧，打开看一下。我跟你说一下，它是有意义的哦，这边有意义的哈，来，哎呦，像平平安安的，还有这个心想事成，心想事成，人生健康，健康长寿，哎呀，就这么意思吧哈。谢谢，给一个心，有一个心里边有个祝福，谢，来，你能信任我，来到荣成，你能来找老板。是不是？就是老马呢，就把这份，没错，你信任我，不能辜负你的信任。这次来，这个买房，第一次本来是想来看一看，谁知道遇到一个是老马，你的确行行。就是咱这个体验房，没找错人，对，没找错人，对。来，好嘞，好，我们一起照相，好，照相，来，这就是刘大哥的温馨小家。晚上这个家具家电配上了，其实我们的想法就是不单纯的是让大家在这边是买个房嘛，希望我们以后就是你在那边安家了，我们也希望咱们成为朋友。对，我也你们需要有什么事需要我们帮忙的，你就说。对，因为咱们那边有负责办事处嘛。对，就随时过来找我们，我就给我们打电话。所以我这次感受什么呢？感受特深的一个什么？以前也遇到过这个中介之类的，买完房不算。就这次我感受，这个老马有个自始至终，尤其有细节上特别。行，我也是老马，也感谢老马，老马辛苦，我也老马。我说我们找老马去，这次没有错，为什么这么快决定呢？也有主要你的很大原因。我跟你讲，那我还是得，就是我还是得感谢，就是你跟嫂子一有的信任。的确是啊，以后呢，咱在荣成遇到任何问题，就你需要帮忙了，你随时找我。啊，随时，我们公司也在这里边，咱粉丝团这边随时。我要住进去下来，肯定还要找你。好，咱们在一起再聚一聚。到来19号，咱们还有粉丝到来参加节，找我去。老马呢也从这个粉丝家里啊回到了咱我们自己的这个公司啊，也是工作室里边啊。其实呢，就是我们给这个在安家在荣成的哈，通过我们安家在荣成的粉丝呢，一个是送上祝福，第二个呢也想告诉大家，就是我们这个公司啊是一个正规的一个传媒公司，我们做的事儿呢也都是正能量的事儿。像我们公司身，你看我身后这个，我们给粉丝定了24条为粉丝服务的一个项目。啊，就是大家也可能就能看出来，我们真的是在用心做这个事儿，也是实实在在的在做这个事儿。再有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过几天呢有这个粉丝草莓采摘节，就是我们带着粉丝啊出去采摘，也是呢想让安家在荣成的粉丝有一个找到家的归属感啊，能多交朋友啊。省得大家呢在这边寂寞孤单，是不是？在这里呢，我也再次这个对南京的刘大哥送上一份真诚的祝福祝刘大哥呢在荣成这个空气好和环境好的城市呢能健康开心快乐。好，今天这期视频呢，老马就给大家拍摄到这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